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应海荣。中唐的时候啊，诗人顾况跟朋友在洛阳御苑外的流水中乘船游玩，突然看到一片很大的梧桐叶随水流飘了过来，上面隐约可见有一些字迹。顾况赶忙捞起来一看，红叶上竟然提着一首诗：一入深宫里，年年不见春，聊题一片叶，寄与有情人。御苑之内的上阳宫是唐朝在洛阳的皇宫，上阳花木不曾秋，洛水穿宫处处流，画阁红楼宫女笑，玉箫金管路人愁。盛唐的时候，这里聚集着唐玄宗的后宫佳丽三千。安史之乱中，上阳宫被严重破坏，唐朝政治中心迁回长安，宫殿也逐渐被荒废。白头宫女在，闲坐说玄宗。第二天，顾况也在梧桐叶上题诗一首：花落深宫应亦悲，上阳宫女断肠时，帝城不禁东流水，夜上题诗欲寄谁。他来到御苑的另一边，从河水的上游把它飘进了深宫。此后呢，又有人在水中发现一片写有诗句的树叶，他知道顾况的事儿，就把红叶送到顾况那里。这个故事最早记载在唐代孟起的《本事诗》里，关于故事的结果书中并没有记录。从此上阳宫女红叶题诗，随波而流，寄怀幽情的故事就流传了下来，并成为古诗词中常见的典故，用于表现宫女怨情和女子归愁。那我们今天要欣赏的词作呢，就是其中之一。南柯子，南宋，范成大。怅望梅花意，凝情杜若舟。湘云低处有高楼，可惜高楼不尽木兰舟。兼宿双鱼远，啼红片叶秋。欲平江水寄离愁，江已东流，哪肯更西流。刚才我们朗读的这阙《南柯子》是范成大在四川任职期间创作的，表达了游子思父对远方爱人的深切思念。有意思的是，词作的上下阙分别以男女双方的口吻进行叙述，如同舞台剧中男女主人公的两段内心独白，而且呢，都以用典开头。上阙中的《梅花意》用的是“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”的典故。杜若舟出自屈原《楚辞·采芳舟兮杜若，江以为兮下女》。男子深情地说，我惆怅地凝望着寄送梅花的驿站，却得不到你的半点音讯。我想采撷芬芳的杜若送到你的面前，却无法相赠。远方的你此刻也正在香云弥漫的楼上凭栏远眺，思念着我吧。可惜高楼百尺，离我的木兰舟太远，终究无法相见。下阙用的是鲤鱼传书和红叶题诗的典故，是女子的内心独白。传书的双鲤杳无踪影，题诗的红叶也消失在秋天的尽头。我多想让悠悠江水寄去我的离愁，可江水径直东去，哪肯为我再向西流。全词写得缠绵悱恻，虽然反复用典，但是不着痕迹，情真意切，将两地分离的相思之情描写得淋漓尽致。红叶题诗的典故在唐代笔记小说《云溪友谊》中也有记录，除了顾况的故事，还多了另一个版本。这次呢，捡到红叶的是应试的举子卢渥。
上面提着一首五绝：流水何太急，深宫近日闲，殷勤谢红叶，好去到人间。卢沃看字迹娟秀，就把红叶随手收在了行李中，日后呢慢慢也忘记了。后来唐宣宗准许宫女出宫嫁人，卢沃正好去范阳任职，就与一位宫女结为夫妻。婚后宫女无意中看到卢沃书箱中的这枚红叶，大吃一惊，原来呢她就是当年红叶题诗的宫女。世间缘分竟然奇妙如此，于是后世诗人也多用这个典故来比喻男女之间奇妙的姻缘。题等等，红叶题诗《逐水随波》诉说着几多寂寞，寄托着无限离愁。